我们要来一期闺蜜大合照，看到吗？本上是被我胁迫的，但是我今天要把它画得很漂亮。她已经连续多少年的愿望去找对象，然后我觉得画的就很酷，就能今天等下就去找对象。就是，那什么？从你认识我开始，我就没有谈过恋爱。给遮瑕了，用的就是乐朵的针管遮瑕，因为它脸上有一点点过敏，所以别的遮瑕的时候，我看它在里面就遮瑕是像大面积遮瑕，好伤心哦。我以前没过敏，又没有谈恋爱，又没有失恋，失恋，太低了，没有谈恋爱，没有恋爱吗？谈恋爱会变漂亮吗？但是我知道谈恋爱就会瘦，会长胖吗？没有，刚开始谈恋爱也是，就是会越来越好看，慢慢慢慢瘦。那你准备一下，就是准备跟人家谈一会儿，然后瘦一点。不是我以前就是瘦的时候嘛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无所谓，就反正就每天想吃什么，然后后来长胖了，然后我现在想吃。等我有了男朋友，我再去健身。等我有了男朋友，我再慢慢的变好看，然后我就去健身，然后我就是那个什么来着？完美蜕变。但你不蜕变的时候，你这个男朋友难找吗？就是你们干嘛自我高潮呗。你在说什么？那什么就是想得很好，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。你要过两天你就发现我的号因为这个事情发之后被封了。真的吗？这样行这样我上面上手很用。那我更用就是拿来打我。他眉毛其实特别特别的浓，所以我的眉毛跟你妹妹很像，就是我的眉毛跟你妹妹的眉毛很像，就是我妹的眉毛跟那个张飞的眉毛一样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就不给她眉笔画，因为这样画就很黑，所以只有眉粉稍微填补一下空间。他们看了你跟你妹妹那件事情，我跟你啊，好久没看了。对啊，当然他小学时候就听过。没事，想来就高一点。觉得你不想活着从我家回去，我觉得。但你妹妹不是，那就要看你了。哎呦，修容颜色给他打个底，因为他眼睛其实也挺重。看专业吗？就是那种，你驾驶在吗？因为他眼睛其实挺重，然后他又偏向像韩国人的那种眼睛，所以我们在画加深色的时候，内眶的中间也是睫毛根部像眼尾的地方嘛，就不要把加深色画的很深，也不要把它晕得很开，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肿，也不会说妆很浓，看起来也不协调。啊！这干嘛？我先用眼影给他的眼线打一层底，你画上眼线很好看。就是像他这样子的睫毛不是很造睫嘛，然后很硬，就普通的睫毛反而可能没用，然后可以用打火机这样把这个棉棒烫热一点，然后这样子去烫这个睫毛，让它跳起来一点。为什么自己下睫毛都拔没了？因为难受。你不懂我。好，从今天开始分道扬镳。他的脸是这一块比较弱。所以我们着重修这个地方。我就是因为脸上太肉了，我甚至想去抽个脂。朋友说他没有见过脸上肉的，像我这样拿多长的。再给大家拉一个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像这个就是这里特别特别塌的，最重的一笔就落在这个位置，就最塌的这个三角区。然后往眼睛上面，然后再加深一下眼头这个三角区，让它的山根立起。我们鼻子画完之后提亮在这个位置跟鼻头不要一条这样带下来，
像这种有一点圆圆的脸，我打腮红的时候就打在面中的这个位置，就不要这样去拉它了。这样的？嗯。这样大。这样会打在这里会显得很可爱。毛戈平的高光高登场，我决定还是把它这里变成它的繁诺，让它变得空一点。来 ，Tony 果上线。我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因为你是我朋友。这样的吗？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刚开学一个月，我都还不认识你。而且那个时候你是，我记得你是长头发，然后平刘海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坐在班里的好像后面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后面看到有三个人就是跟你一模一样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分不出你们三个人谁是谁。该说什么鬼话？是的。你考虑清楚了再说。那你比他们漂亮。就是从后面看不出来，但是从前面看我就看出来了。哎，你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绝世小美女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哇塞，这个女生真好看，我要跟她做朋友。然后我就对你死缠烂打，然后每天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，然后周末还要约你出去玩。我的刘海夹太久了，估计要那个，完了。闺蜜大改造就结束了，送你去买衣服，还可以吧？这么缺钱吗？就是想让你下次画得更好，就是是我不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护肤，好好的就是保护我的脸，然后好好就是稍微减一下肥。其实我现在不胖，我就也就，三位数字的，就是边缘这样徘徊。因为我们俩是从高中开始，就是身高体重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。但是现在他已经走上了健身的道路，然后越来越瘦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宅女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中间他跟我开始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然后就会一直这样搬过来跟你一起住，那我可能这样被骂死了，被骂死了。每天穿鞋为什么就腿不放原位？每天。怎么还不起床？怎么还不睡觉？你想要的我会给你的，你想要的当然不会不给你的，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，说不要就肯定要给你。当明星真的很累，做网红真的很累，拍视频真的很累。现在靓女要出街了，走吧，带你去艳遇，开心吗？好。其实我下面还穿着睡裤。我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我的睡裤，还有我的袜子。你的袜子没看到，袜子没看到，睡裤看到没？你的 Nike 袜子，他今天穿着睡裤跟板鞋，还有耐克的袜子出街吃兰州拉面，邋邋遢遢，宅女本色而已。